麻烦请放在包包里，然后嘿嘿，身体不适的麻烦再请举个手。里面会是谁呢？好了，等我们一下，已经有很多贵宾我们都过去了，但是门又打不开了，太多麻烦，所以大家请记得现场的提醒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的 special 可以顺利的来到现场，然后也请在左右两侧的贵宾朋友们千万不要推挤，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要迎接 special。